是这样的，沈腾有一年过生日，当时沈腾就是在生日上喝醉了，谢娜也喝醉了，谢娜在冲动之下就帮沈腾那一天的生日 party 买了单，后来谢娜后悔了一辈子，后悔了一辈子。结完以后，我第二天醒了以后，我就非常后悔，我就打给他，让他把钱还给我，足足给我打了一天的电话，以后再不敢喝酒了，我怎么那么失控？然后刚刚就是得子嘛，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红包过去，他回了一个。不敢收，不敢收。哎，腾腾啊，那个有个事儿，我那个钱买基金了，完了拿不出来，完了需要10万块钱，你那儿有没有那个？开玩笑的吧，我不太信。我真的。用多长时间？可能得3个月吧。我倒是有啊，但是这你那时候我，你欠谢娜钱都没还呢。